这边景致很好，我就在这儿录一个。身后是那个大教堂，然后呢，我的左手边是一个博物馆岛，有几座博物馆连在一起，非常的棒。但是我今天现在是10:15，然后我12点要去火车站，去布拉格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在博物馆里面可能就没时间逛，我就简单去那边看一下。这个博物馆呢非常的长，我可以旋转一下我的镜头给大家看。啊，这就是那个教堂，教堂连着的这个就是博物馆，看到了吗？这个修的很有特色。然后呢，哎，这个我的阿姨在跑步，这两步道上的跑，一直到这边，还有一个教堂。啊，这个就是博物馆岛，非常的巨大。